接住落嚟系健康体魄齐来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澳门飞人国际舞蹈协会嘅菲比啊，好开心啦，亦都好荣幸啦，受到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嘅邀请，可以喺度同大家见面。咁每一次咧，我都会介绍啲简单嘅小动作俾大家，等大家喺屋企轻松咁样增强抵抗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式子是眼镜蛇式。首先我们放在我们的瑜伽石上边先，趴喺度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将我们的两手收来，我们的胸口两隔，我们首先眼睛望向我们的瑜伽石，转动我们的膊头向后，夹实我们的肩胛骨，两个大手臂夹实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将我们的手掌尽量靠近我们的胸口两边。好了，然后呢将我们的屁股夹紧，大腿呢由我们的里面转到我们的出边夹实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的肚脐收紧，感觉我们肚脐是离开我们的瑜伽垫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两条腿呢向外延展，绷紧，然后压回我们的瑜伽席，收腹，我们深深吸，将我们的身体推离地面，眼向前望，保持呼吸。好了，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腹直肌是拉伸。再来了，我们深深吸气，头壳顶向上延展，整条脊椎骨都是向上拉伸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呢我们腹直肌是再有加深到的拉伸的感觉，而我们两个手臂是向外夹紧，眼向前望，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腰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，那就对了。我们 hold 住10秒，深深吸，慢慢呼，深深吸，慢慢呼，将我们的意志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边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呼气，将身体放回来，眼望回瑜伽席，放松身体，我们将身体转回来，打侧坐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又到呢度咯，我哋下次再见啦。感谢大家今日身体辛苦嘅付出，愿大家身体越嚟越健康，越嚟越美丽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意见，都可以送我旁边嘅 QR code 留言俾我噶。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咯，拜拜。工联最新 YouTube 节目阿贡 Channel 喺 YouTube 等紧你啦。记得 CLSS 按个钟仔，留意我哋最新资讯。